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建轩。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综合格斗的基本技巧。首先，我们也要做 1-2， 让他的注意力移动到上方。1-2， 脚先踩斜45度角，脚趾向外。如果不张外的话，你的膝盖韧带一定会扭伤。膝盖抬起来，膝盖对着我的目标，转动我的腰部，把我的重量集中在前面胫骨这端，不要集中在脚趾与脚板上。只要我的脚上去，我的手一定要下来，另外一只手保护我的脸部。如果你两只手放下来，你的脸部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空缺，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如果我要踢右脚，我的左手永远要放在我的头旁边，我一定要甩动我另外一只手，这样我才会有转动腰臀的力量。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很多人都是把脚踩着，只有把脚弹出去，这样是没有力量。要习惯把脚跟抬起来，用我前脚掌当成支撑点，踩脚跟转回来，腕部打脸，脚往外踩，避开它的直线，把我的脚抬起来，膝盖对着对方，脚甩出去，回来我的战斗姿势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一些综合格斗基本技巧，欢迎大家来找我练习哦。